妹那么可怜，我就选妹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们是老战友哦，你是姐姐，我姐姐，我要选谁啦？姐姐。往年的那个惯例的话，想说可能这种可能没有那么好了，异想天开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这是真的，今天赢了，今天赢的人可以住，哎，哎，这三天好爽哎，超爽的，平常多辛苦，我们是感动在心头哎，我们平常超辛苦，爱异想，你要么就是在田里面，要是就要么就是把自己弄得一身湿，要么就是在粪里面，难怪你会说这储藏室，对我们这么好吗？而且你看，连那个浴室，对，好棒，边走边看海景。他吹风机戴森，这对那个长头发的人太友善了。对呀、啊，贴心贴心加分。这个很我自己也拿走哎！哇，加分！赶快站起来，再改一下，改一下，用它。你要假装尿尿上，尿尿尿，裤子脱，快点。没有，你要跟他膜拜，你要跪下来跟他膜拜，他就会自动打开了。没错，马桶大神啊！对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好像乡巴佬哦。哎、欸，我是真的没有住过这种就四面环海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是大的浴缸哎、欸，是大的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淹没了、欸，你不可以拿你们两个当大的浴缸的指标，标准太低，对，标准太低了吗？这好，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我需要。你怎么了？想帮你讲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还是你比较需要。我需要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需要泡一下。我们真的可以住这吗？我到现在还有怀疑。不用，不要，我们住了之后，到时候要自己账单给我们签哦。啊，我没有带信用卡，就麻烦你喽，李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思源，你是一姐。但是你们以为就这样？他前面不是讲说要玩游戏吗？所以我们要有玩游戏，然后我们最后赢的，我们才可以入住这间房间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之后，所以你等一下 ，Hello， 你以为我们现在在 check in 吗？对啊，你会，我也会，不是，我以为明天才要开始录影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录影了，还是算了，就直接。我跟你们说，分队很重要。如果你要是有猪队友的话，今天这间房就跟你无缘。我都不要跟你玩，你们看起来都好烂哦。对，我知道我现在战斗力很高，很高，我已经不是以前倪萱了，不是以前倪萱，以前倪萱真的好烂，很烂，我想看哦，他真的是烂包，他所有东西就是弄一半就会开始哭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快，人是会成长，对，所以倪萱我先淘汰，哎，现在，我先淘汰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抢过一组啊！对对对，因为我选队友，那我就要从姐妹里面选择一样。让他们厮杀，快点，不要让他们一起。不是啊，你老说我是比较可靠嘛。我们最近也是培养很多，虽然你每次都叫错我的名字。听说你一直叫上我的名字，我好开心啊！真的假的？哎，诗雅，诗雅，哎，那个诗雅，诗雅。不信的话，我们来看看。鹿港人都不知道陈诗雅东西在哪里。我就看陈思雅可以花多久时间找到。陈思雅跟我说玉米超好吃哎，而且以前节目是他，我从来不知道一个节目里面有姐妹轮替这件事情，内斗斗到这个程度，我也是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在台湾综艺史上看见，是爸爸，我在那边嗑瓜子，对，我看戏。好啦，那既然要选一个啊，那既然妹妹那么可怜，我就选妹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们是老战友哦，你是姐姐，我姐姐。我要选他。好，我们来了，不是，来来，我让我团结。我问了你，选你，没有叫成我的名字。我们是老战友，因为我跟陈思雅从异想天开一开始就合作，虽然他是扶不起的烂泥。哎，我们也是老，哎，我们是老队友。对，你们也是。我去刚入团时候就当战友，对，退团了嘛。还在团里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人生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嘛。那我们就这样分喽。前异想天开跟现任，哎，你也是现任。哎，你好难定义哦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来篡位啊。跟拉拉队组合。前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们到底想怎样？你们今天发我来到底是怎样？我前一天会正直。
吉笑如我真的很可怜哎。好啦，反正我们就这样分队了，好不好？我很想你给我认真一点。我为了我会鞭策你。你要是今天没有赢，好久没有人鞭策我，我真的。好，那今天这样子，出发。